熟悉的旋律，熟悉的容颜。刚刚我们看到的影像，是不是又勾起了我们许多对他的回忆？曾几何时，他的声音像一缕清风，吹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他歌声中那种温柔的力量，不仅成为了治愈心灵的良药，也同时改变了整个华人世界。他的歌声遍布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如果说在我们心中只能挑选一位永远的偶像的话，那么我会说只有他，邓丽君。怎能忘记他永远的爱人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们今天演唱会的另一位女主人朱彦斌小姐，会用她那温婉甜美的声线演绎一系列的经典歌曲，把邓丽君小姐重新带回到我们的身边。
谢谢你们。第二位要感谢的赞助商是 Three by Three Studios 三加三的朱峰俊先生。感谢朱总，感谢你对我专业的认可，谢谢你雪中送炭。你看今晚的舞台，我们特别的灿烂，谢谢朱总。感谢的是 Libra 房产公司的 Bruce Lee 先生，我也是 Libra 的一员，一套房子没卖出去，演唱会倒是开了两场，感谢 Bruce 都在那里，感谢 Bruce 对我的支持，也感谢我们Libra 的大管家 Jackie 先生，谢谢。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两位好朋友 Robin 和 Sylvia， 他们对我的演唱会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最后要感谢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朋友，如果没有你们今晚的到来，我们一切的劳动都是徒劳的，谢谢你们，让你们破费了。我们有很多熟悉好听的歌曲要送给你们，请慢慢欣赏。
Thank you.
只要人心。
在悉尼做一场个人的邓丽君的演唱会，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成就，太感恩了，太感恩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然后对你的支持非常非常好啊。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啊，我想问一问你，你应该了解邓丽君的歌很多是吧？是的，对，那她的歌里边有很多呢，都是我们东方元素非常的，没错，用我们民族的乐器，对对对。那么今天呢，除了那个娟萍小姐演唱邓丽君的歌曲以外呢，我们还选择了一个器乐的表演。那么这个器乐呢，这个乐器就是二胡啊，因为它呢，我觉得非常契合我们今天这个演唱会的主题，就是邓丽君的这个形象。那我们请到了我们悉尼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刘佳音小姐，为我们带来贝加尔湖畔《心里梦里》奈何，是的，希望你们喜欢。谢谢，谢谢，用我帮你拿吗？用我帮你拿吗？不用，不可以。好，好，谢谢，我们一会儿见。我沾点喜气还不行？
永恨和
相爱人
等着送花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